大家好，东北四老师。今天呢，这就周日。这个周日看看狗狗市上的狗啊多不多，都什么价，都有什么狗。再一个朋友啊，还让我找牧羊犬。这个牧羊犬呢，到这儿找啊，我也是心里没有底。这个东西应该吧是上那个人家去找，这样才能知道狗啊到底具体什么情况。就是这个狗市上找牧羊犬这一块，我也就来看看吧。我有就给问问，没有就别刻意去找。来看看我们这个大市场，这卖蔬菜卖水果的，上面卖各种肉类，在上面卖旧物。看这个市场，这就是狗市，市场边上就是大狗市，狗市卖羊就在上面。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市场。今天气候还不算冷，说是今天这大集上人也多，看这大集上。再看看这狗市上，来，再看看都有什么狗。今天呢，有个朋友要牧羊犬，会活的牧羊犬，会活的牧羊犬呢，不能在这儿找了，我就得我等我有时间呢，我下去下农户，要有相当的牧羊犬，我再帮你找吧。会活还得现场的演练，这么买吧，他说不行，他说会半拉架的活啊，那就是没法买。这狗啊，到这个季节了，冬天也不养的，到这就卖了。买泰迪，这些小狗，这还买狗肉的，哎，这狗真是可怜。哎呀，刚买呀，我都卖了12条狗了。都卖了。今天笨狗和巴拉狗。啊，笨狗巴拉狗都今天卖得快。这个什么狗？红狼。红狼。对。啊，狗崽子多，这个狗崽多大？这个长大了100多斤。就是现在的那几个月啊？现在不到40天。不到40天。嗯。你多少钱一个？600。100。600。600。嗯。红狼600。啊，也都意思这个狗，那柯基怎么卖的？要1000。啊，要1000。牧羊犬。这个牧羊犬，今天带啥狗了？阿拉多牧羊犬，那后面的也是啊。啊，后面有没有会活的？会活他不会活，没有。他得找会活的。会活那玩意儿吧，我跟你说的，你要会半拉架的也不行。也不行，也得再训，也得全活的行。哪个？70。啊？70，笨狗。怎么让他40斤啊？啊。这不大狗的笨狗，当地笨狗得长40斤的。你看那狗崽子，看看。他们有要大的，大笨狗好卖。太贵，那都400。那些笨狗是怎么卖呀？40-50。啊，40-50一个。嗯。最便宜的狗。是。这狗崽子多大了？马犬。45天。这马犬要多少钱一个呀？500。500。就这啥呢？能卖完一对。500，这马犬现在价格也低了，也不要那么高了。这狗不要了，这天冷了，这是马上都得卖掉了。说你拿它当宠物，它就宠物；你要收一个啥，它的爹妈的就疯了似的，嗷嗷叫。它这玩意儿一拴就厉害。这狗咋好看？我碰到它，它得高兴啊！我碰到有个不变。看着兴奋度，他得高兴了吧？狗俩好，不高兴了，他烦的时候，他就烦了。他得高兴，你这不先干啥了？他别让他走。这狗兴奋度行，兴奋度，养狗就要兴奋度高一点的，好养好训。能长多大？这要多少钱一个？那个黑的，100。疙瘩，这几块卖疙瘩，继续往上走。多寡都不抽。这个急了，这个狗还在这儿。黑狼，这还有几个黑狼。这有朋友问那个黑狼的，正好我给你问一下，他这个黑狼好，品种好。这周啊是带着大公的，那黑狼崽这周怎么卖？1000一个。啊，黑狼崽呢？1000一个，起来来，这懒家伙都睡觉了。这一周啊，来的狗不多，
这也是到农忙季节了，这来卖狗的少，这个急呀、啊，卖狗的少，买狗的也不太多。现在我们东北啊，这是农忙季节，所以说卖狗买狗啊，这现在也不是季节，这马上天冷了，该卖狗的都卖了。这狗市啊，逛了一圈。今天呢、啊，这是我们这也是东北啊，农忙季节。这现在来狗市啊，来的人不多，卖狗的不多，买狗的也不多，就这种状况。但是现在我们东北啊，天气马上冷了，这狗价、啊、差不多少，该卖就卖掉了。好了，这个狗市啊，今天呢就逛到这儿吧。那个大家对这块儿还有需要咨询询问的，请来我评论区留言或私信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。